Hello 九蛋，等一下哦，弄一下。黄月通了，晚安。等一下。你怎么就来了？好，没关系，你先忙。嗨。加油！等一下，这怎么擦？Hello， 浩毅，阿尔法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，晚安。这样会很暗吗？应该还好。谢谢四五一六六四一送的 love。嘉宏吉川思源六六，晚安。代代晚安。来放个音乐。嗨，谢谢思源送的嗨手套，晚安。卡丘晚安，博弈晚安。噔噔噔，纳尼娃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就是这首，没关系。落日一笑晚安。Bell Hin 晚安。Hello Tomo， 下，今天又是个很多人开播的礼拜二。基隆夜问晚安，吴亦凯晚安 ，Josh Ha，Josh 华旭晚安，嘉哥晚安，钟情晚安，陈景耀晚安，林嘉树晚安，天天晚安，捏泥巴，俊颖晚安，抽到指定款，我有看到你抽到全色对不对？我那张是我蛮喜欢的，就是三张里面。今天会事故吗？不好说。布丁布丁晚安，谢谢落日一笑送的 kiss。 朱朱俊晚安，晨晨晚安。另一个是自想抽的对不对？自想要抽到半身，不知道谁抽到大头。最担心的大头我们还没有看到。大家吃晚餐了吗？我是萌新加入，请多指教。哦，欢迎你，布丁布丁，第一次见到，欢迎。来说，暗暗的深血腿超长，我有看到那个对不对？全身的超级超级长 ，IG 账号的事情还没有消毒。我真的很难过耶，还是没有下落，就是他现在是登不进去。我没有用 IG， 就是电脑版登看，我试试，就有点难过啦。其实 ，Hello Only Alpha 新营谢尔东且慢也刚晚安，没有事故。Hello 捏泥巴北极星花生糖，我看一下哦。账号是，谢谢花生糖分享直播间龙龙晚安，明镜晚安，希望赶快解决。我好怕他就是这样子就这样消失，我会重新定位，超怕的。安安底线 ，AK 五 48T，TP， 电脑也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试过，因为我之前都是用手机登，应该也挂吧。Hello， 杨雄，晚上吃了吗？吃了，吃了。今天是买便当吃。新野人晚安，何恩晚安。啊，会考完了，恭喜，会考考完喽。嘉勋小杨，晚安。等一下哦，你吗？是谁？
对，一模一样，就是一进来就是这样，直接叫我填写的表单，可是我是本人，可恶。Hello， 道明，晚安 ，DJ 晚安，只看一下，玄阳晚安 ，Kevin Rain 晚安，李小香，维尼晚安。你多大？我今年要17岁了，应该看出来吧？对啊，超难过的，可恶。啊，关掉，不行，这样怎么登出啊？删除，重新创一个 IG 分页吗？哇，要怎么删除？完了，不应该是这么高啊！啊？七零请假哦，真的吗？好，连证明本本人都对啊，就是没办法，可恶。Hello， 塔瓦哥，还没有来过过吗？对啊。早知道要申请龙翼子，这是谁？谢谢你送的嗨，这么高，我猜158哎，158。花生糖送了5000，谢谢你。家嫂在不在？在吗？家嫂晚安。长得高是怎么快？我超矮的，158而已。翠翠晚安。为什么 TTP 很多成员都长像学姐学妹？真的吗？看你的校服。好，我没有看过这件。7247晚安，庆幸哦，这看过的。噔噔，米加乐晚安，富伟晚安，飞行木谷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看不出来这个有关，你说是比例吗？哎，米加乐有拿到我的升学吗？很高，希尔小精灵 ，Hello， 你好，肖江旺 ，Hello， 天天晚安，感觉160几，比应该是比例问题吧？对，身高差距，因为拍照视角通常都是。我人站在这里嘛，是这样拍上去，所以看起来比较高。该不会因为腿长吧？我腿长，其实我没有量过哎。转晚安，再说远看很暗，我才不矮。道明吗？18岁好吗？没有，我真的超矮的。如果你看到本人的话，你真的觉得，很矮。真的，我本人蛮小只的吗？有小只吗？应该看起来蛮小只的吧。就是大家都说我是高点，可是其实蛮握手建议是一波。大家有看 Me Concert 吗？五月31，启月晚安，杨红晚安 ，Valerie 晚安 ，Chris 也是晚安。身高比例37，上半身3，下半身。有那么夸张吗？我肚脐在这里，这样应该是46吧？可是46就跟一般人差不多，是吗？嘿，那是什么？就是要去吃外面的。哦，不能去了，哭哭。是礼拜天吗？很难冲，冲到一定要去。希望大家可以抽到 The Flower 哦 ，Hello 国树，杨雄敏晚安，毛良 Kate 晚安 ，Royce A， 头战二吗？头战二吗？战二，刚才那个灰灰吗？晚安，差不多一半吧，5人，怎么了？要晕倒了，蝎子哦，母神在此，不要这样！谢谢傅伟送的5彩宝石，真的等一般人场。接下来是几月？6月吗？6月其实没有停吧，对不对？我
对好友，每次室友的事情。大家有加我们的会员吗？逆华是晚安，你看五五四五四五九，就是 Voodoo 的歌，它是一个 TBS 戏日曜剧场。铁西乌斯诺，船是福内吗？嗯，福内，加拿大还是看没说。嗯，我觉得，哎呀。是要如果要办活动的话，可能，不是，如果是要参加这次活动，我现在办是来不及的，因为要一些审查时间。Hello， 小雨 ，Dragon， 肉丝玫瑰，谢谢小心眼分享直播间，阿萧，晚安 ，Races 自传。对对，应该是对。谢谢家嫂分享到直播间，姚晚安是用这礼拜才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应该可以说是算是给前面早期就办的人福利吧。牛排晚安，小妹讲晚安，阿贵晚安，扎卡晚安，西恩晚安，黛比晚安。要好看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它剧情是在演什么？因为我没有看这部。阿 Kira 晚安，奶奶吗？气奶，奶奶，会员资格有一年不用排到，对，因为对啊，应该之后也会有吧。爱周子阿周晚安，完了，我要怎么？爱情完了，这怎么还是要删除记录啊？这样 IG 完全都没有写。十二点前那什么黄蜂啊？啊，要怎么办？要迟一秒。我昨天买了 Switch 哎，终于买了，玩到 Switch 了，开心。不管怎么删除记录啊，记录，爱就没了。对啊，可是已经写了超级超级多封信给 IG 都没有回复，就是都是 FB 回复，然后就是叫我自己去看那个。IG 守则。对 ，IG 他，哎，要玩动森吗？有，已经开始玩了，正式加入动森行列。IG 摆烂，我也很难受，可恶啊！当初一彩哥也是弄很久，可是我很怕，就是因为他说27号之后，我账号就会被停用，我超怕就是直接被删停用吗？怕被删掉账号。YH 晚安梦，冬之晚安胖晚安新人晚安，真的会怕你，对啊，超怕的，要怎么删掉？啊，这我要怎么用啊？移除。看我的电脑是给报废了，报废，对，报废。有人用动森弄出进去主题曲，真假？因为我现在才刚玩，然后还在还债。黄佑新晚安，佑新晚安。若有难过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很久之前就想说要申请，可是姐姐没有说可以申请，所以没有申请。愁烦已晚安。但可以挑战把 TP 的歌曲弄出来啊 ，TP 的歌吗？下次试试，如果就是要等那个等级够嘛，就是任务达成。泥巴性情完，小雨后拿姚书记要拿网子就对了。我昨天第一天就遇到那个蝎子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，然后我走过去我就被噔，没有，我刚刚
晚安 IG 是发生什么事？就是我上个礼拜三，谢谢幸婷送的蜂蜜柠檬水。上个礼拜三的时候，我早上电脑课我灯是都还可以用的，然后就一放学的时候我登进去，他就跟我说我账号与另一个已验证的账号混淆，请在个人档案中新增资料，避免其他人将你误认他们在寻找的品牌或名人或组织，请在5月27号之前更新个人档案，否则你账号将因为违反社群守则遭到停用。我们有关假冒行为的政策，所以我是假冒周家吗？雅威，晚安。你好，好语晚安。我岛屿音乐是用完之前，咦，要怎么用啊？它是要等级构成的设定。古早古早未晚安，那个神探，我也觉得，哇，真的，哎，算了，主播竟然假冒周家，我没有假冒，我是本人。哎，猫咪，我这样子要怎么？用，就是我的 IG 现在进去都是这个页面的。电脑给你。没有假冒是模仿，我没有模仿，我是本人啊。啊，真的暗叫出来，我在这里。哎、欸、不行，哎、欸、我发现我没有化妆，我脸会变红哎。主白儿晚安，小野妆晚安，林灯 Only Alpha 晚安。其实你是妹妹嘛，我是本人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要涂个粉，不然这样会变红。小翠晚东城时光被打断，他有跟你说没有？就只是说我跟另一个账号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账号。瑞晚安，三三堂晚安，这个黄鱼晚安，替身攻击，替身攻击吗？阿翔晚安，晚安，好了吗？哦，我看无痕，无痕，啊？可是我这样只能用无痕哦。嗯，一直听到你说是个偶像，我就真的不是吗？我也很难受哎。喂，咦，晚安。阿阿是谁？我就是。Hello， 阿阿。博弈晚安。博弈，博弈。风声香海晚安。这个现在有没有？什么？有可以出岛的。出岛的那个。默认一下 ，Hello， 上课5036232。取消无痕嘞、欸，取消无痕我就不能用了，完了。晚安。大家上次直播有来看吗？我想要用无痕，因为我 IG。没办法用，我想说可以用其他方法用，就没办法删除那个我现在被锁住的账号的那个痕迹吗？记录吗？还是全删掉了？还没解锁，对啊，他还卡在那边。Hello， 苦味羊奶，流浪到屏东，当然有来废话。上次超吵的，带爆掉吗？没有啊，我说邱先生啊，邱先生。为什么你要学上庭用那个？大家流行用那个吗？我有看到手套的 label， 就是
我觉得现在大家传给我 level 可能没办法用私讯，因为我当看不到。浪客三三人可能被影响，跟就是朋友相处久了之后会互相学习。沈腾也是很为什么这样，因为没有蓝勾勾吧，然后可能是有心人士吗，还是 IG 自己审查的啊啊啊，吓死我了。科科晚安，重点是很红，我脸是很红。Hello， 不要顾着玩你的动身。科科也有紫勾勾了，科科好像每次就都来。科科，我就科，我就加少，我就啊，各种叠字吗？当然。现在写的变成现在送，嗨，这是新的吗？嗨。动物是毒，动身哦，动身是毒，要体谅。他都现在都不理我了，这样我很孤单耶。而且我们现在只有买，我要盖房子，然后选。我来教你。就是要选颜色。耶耶，太赞了！动身是一起玩吗？对啊，我们只有买一台，因为我们是昨天是去家乐福，然后刚好看到一台现货。可是他是包了一堆东西，七个片子，然后一个太古的那个，一个太古的那个鼓，然后两个马里奥赛车的方向盘，一个收藏卡片收藏盒，再一个，不是，还有一个、啊、包包收藏包，然后还有那个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哦，加购健身环，妈妈要玩。嗨，Niso 嘛，哎又嗨嗨，偷塔，偷塔今天超乖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赞赞，开心。你说盖房子吗？水蓝色还是可以其他颜色？其他粉色。我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看。粉红色吗？健身完很累，这边就啊，哎，你看我又疯，我刚做一个超丑的脸，今天超乖，是不是可以看到他了？好啦，我刚做出一个超疯的脸，健身完很累，妈妈想要玩，然后他很有吸引的，这边在玩动身哟，哎，还有人在玩吗？噔噔噔 ，Kevin Ray 晚安，阿贵仔晚安，好啦。颜色来，什么来？没关系，可能球崩了。啊，不行不行 ，Chara， Chara， 水蓝。瑞婷现在在玩，哎、欸，这么巧。水蓝还是粉红？你去看，因为我不知道是长什么。我还在玩。真的、啊？会截崩图的才是真爱。这样吗？哇！你要黄色还是蓝色？我不知道，蓝色比较好看。它是灰色的机油。你说那个吗 ？Light 不是。哦，你说正大的。大的。哇！等一下哦。后来昨天还是咬我的，今天突然变很乖，昨天咬爆，要连崩一起，连崩吗？好啦，我妈妈说，她说因为我现在 IG 不能宣传，所以你就在那边说，请大家投我们 Bellflower 的
奔跑吧企鹅，麻烦投我们企鹅，企鹅，麻烦大家投给我们，哒哒哒哒哒，奔跑吧企鹅。安娜晚安，偷来是不过来吗？他不理我，神奇黑店晚安。什么颜色的？自己选的。黄色的。好，你选。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奔跑吧企鹅。田中麻油饭晚安，共同们。哎，结果我上个礼拜啊，那个熊妹跟萌萌不是在我家里玩吗？就他们两个超夸张的，就是我过完不是九点吗？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哦，好饿啊！”他们就叫泡面哎，就外送叫泡面。然后后来我就想，我好累，我先去洗澡。然后洗完澡后，然后我想说有点累，我先躺床睡觉好了。大概是已经一点。吃什么歌？哦，没有，我们先吃什么歌？一样啊。嗯，我最近很气人耶。对啊，奔跑啊，气人！不要发热，麻烦大家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没关系，就是超商外送，好像什么年运之类的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他们就开始点了。阿华晚安，小杰晚安。嗯？外送也送错。嗯，超好笑。你怎么也有气啊？因为。哎，这只企鹅是我小时候大概可能四岁的时候买的，它到现在还在，我也觉得很好奇。就之前搬家的时候，它消失了一阵子，然后后来现在又出来了。偷玩家乱什么？小白兔晚安，钢铁哈克晚安。企鹅跑起来，我也想看。李佳汉欢迎皮蛋 ，Hello，Hello。然后呢？然后嘞？对，然后我就洗澡，然后我大概一点半开始睡觉，然后我就说我先睡了，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讲话超大声，我说哎、欸，你们小声一点，然后他们就哦，然后我后来还是很吵，然后我就说，然后我就把门关起来，然后他们床上听到，我觉得好像我不开心，可是我其实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只觉得很吵而已，然后就关起来继续睡，结果我跟天安他们讲说，哦，我们晚上五点睡啊，五点 ，hello， 他说我们两个。聊天聊到五点，然后玩游戏啊，玩跑跑卡丁车啊，然后一直玩都不睡觉，然后隔天就很累。上庭晚安 ，Ski One， 嗨，没关系，帮你拍拍，没事的。可是你刚刚没有我的纸笔了，没事，嗯，成员很多都这样。啊，不行，我又要说，哎、欸，你们这样下次我就不找你们来了，你们都不睡觉。没有啦，我不知道你在疯什么，真的。然后他们上次真的电波干扰哎，跑跑，对啊，他们就是那天开始玩，然后我就想啊一起加入好了，因为可以四个人玩嘛，然后就跟小助理一起玩，故意的，没有，我是真的觉得没事。安安算早睡的，对啊，他们真的超晚睡的，真的超晚，有点怎么这样呢？来尬一下，跑跑吗？不要让他咬 Switch 那个保护了，这样。能缺德小子睡觉吗？我让他们两个。先挑战一下那个，对，企鹅奔跑吧，企鹅奔跑啊，就是他们两个可以挑战一下那个饥饿36小时吗？嗯，请问安有带过变色饮料吗？啊？我想要看，可以去那个我 IG 有带过，因为我都带咖啡色的，嗯，因为我有买过蓝色，可是它现在还在旁边，我还没有动它，对啊，还乖乖待在那边，你的直播会不会太大声？里面你最晚安，跑不跑啊？不行，这样吧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，好意想哭，没事，气儿给你猪猪。投票，投票！
我现在也看过这个企鹅吗？这是帝王企鹅、啊、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吧。嗯，了解 low 三排 low 吗？我没有小慧的 low 哎、欸，其实我只有熊妹跟我今天才 low 姐要上 kiss 猪花三排、啊。其实我这一排好多想讲，可是我有点忘记话讲很久，就觉得眼睛很痛，对，就会是黑色。黑色吗？全黑吗？因为我瞳孔蛮黑，真的很黑。哦，来了，冲啊！啊，不行，拿走，还没弄。这只是哪里啊？小时候好像去新加坡某个什么动物园还是什么吧 ？GUND 吃前个水，吃拉面，好，吃饭吃饭。台北动物园国王企鹅吗 ？GUND 什么？好像是一个品牌吧？是吗？哎、欸，它也是泰迪熊品牌耶，怎么这样？如果在动物园买的。下一班又要断考，难过。你不觉得要换我玩一下动森吗？你玩很久了哎、欸。Angel 是，这怎么念 ？XU Angel，Hello Angel。然后我妈还准备了这个。什么奔跑吧企鹅，然后企鹅在上面游泳。对，不好捏汤。你现在玩是怎样？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要钓鱼啊！要吃头发。话说不分享一下岛民，岛民吗？岛民的部分吗？我们的岛叫做梁念岛，梁念。Hello 玉超，凉就是很凉的凉，想念的念。对，其实我对，就是我们刻了一个 CP， 对，有一个 CP。电台在播不回，不回音又这么强。我上次在北车的时候，那个我刚刚是破音吗？嗯哼，偷懒吗？他看你哦。嗯哼，大家都有追求，我真的买了，我真的买了。有看到有哎、欸，有一个真线在播，我忘了哎、欸，好关键啊！我的鱼跑走，哎、欸，上庭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梁念岛。就是两个人的名字的合起来的，超好笑的。突然觉得像有 solution 这种人生声音。我昨天是因为刚好路过，我跟我妈妈要去买菜的时候，刚好看到最后一组，对，梁介，对，梁介跟执念又迷，哎，我的鱼又跑走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，梁念，就昨天突然一个想法，梁拿七年，对，交给我，然后我的名字。算是用我们家以前旧日本姓吧，另一个忘记了，对，执念念。哦，鱼又跑走了，可恶！那怎么钓鱼啊？我都钓不起来。七年，对。昨天。
昨天林一帮我，他就说看到我在玩，他就说，他说你要入群吗？然后我就，嗯，好，好啊，对啊，就好像有个岛群吗？手把阵痛在哪里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看宇，就是宇宙做假动作，就好像要上钩，可是事实上我要上钩，然后对，不行，你玩很久了。偷懒吗？嗯。谢谢田中滴滴，是呀，水中怎么那么多田中的啊？谢谢送的心心相印，沉鱼落雁晚安。还有气质猪猪，谢谢你。从镜子看，他在看镜子，看我，他看我。你从镜子看他，他会感觉。Love can save people. OK. OK. 我已经田中没加，没有，突然看到太多田中了，要上钩吗？一下哦。哦，我跑走了。让妈妈刚掉了，记得掉了。妈妈。还是我们下次来玩健身房。不行，这样太动作太多。好意晚安。上钩吧鱼儿。他想出去。他没有想出去。他要出去。现在直接直播开始钓鱼了。钓不起来。而且我发现，我不知道除了钓鱼可以干嘛耶，还有抓虫，还有摇树，砍树，就是摇树，然后捡到东西，噔噔，捡到啦，这是神秘的企鹅，关塔巴企鹅。你先问他们昨天晚上。哦。上钩，很东西来吧，鲈鱼，鲈鱼吗？都是钓鲈鱼哦，我刚刚钓泥鳅。Hello， 米手，钓不起来，等等可以钓吗？钓猫吗？猫咪走出去了。大家知道这个吗？空中有一个气，那个这要怎么拿吗？这个，这要怎么拿？可以钓你二个，没事，被钓，好，所以这斧头现在可以砍地吗？弹弓，你还没有弹弓？那我去买。小心不要自己又炸哦，炸什么？爆炸吗？嗯，好吧，企鹅，啊，企鹅，咕咕咕咕咕，企鹅怎么叫啊？咕，企鹅，哇，企鹅怎么叫啊？对啊，企鹅，企鹅怎么叫 ？Hello， 果园阿丹，咕咕咕，不是咕吧？不是台北，是小时候去安丘，小时候啊，不是是乌鸦吧 ？Kangu， 咕咕。企鹅怎么叫？你也不知道。啊！这只是去哪里啊？新加坡的哪？鸟类公园。鸟类公园，你忘了？就是你鹅咬你屁股，是吗？不是吧？好像不是，鹅鸟咬你屁股那次，是。走的日文怎么念啊？走。哈西里的哦。走阿鲁库吗？哈西里。你是好还是？走。走是哈。
阿鲁普雷，阿鲁雷，阿鲁雷。好，没关系，上。契尔鸟的一定是地叫，运动员打契尔就知道他们怎么叫了。这样会不会有点奇怪？破喉咙，破喉咙，咬听。哦，就是小时候好像去鸟类公园吧，新加坡，然后我妈妈就是看后面有鹅嘛，就啊，那我们坐下来拍照吧。然后就坐在那个池塘边这样坐着，然后就一只鹅这样慢慢的游过来，然后就我妈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屁股就啊，然后被咬下去了。哈西嘞，哈西嘞，哈西嘞，啊，哈西嘞，谢谢。变态鹅，超好笑的。老大晚安，老大。超好笑的、啊、那声，好像很痛吧，咬很大力。好听。粉丝都会有钱。对啊。但是我刚刚不小心弹弹卡，我卡了两下。凤梨它就没了。怎么？超甜，超甜。甜到炸掉的那种，这是什么凤梨啊？二冬仔。冬仔。二冬仔。二冬仔。冬天的冬。二冬仔。二冬仔凤梨，我第一次听到。我就很想懂，听懂。小时候去是哪里啊？那个乌鸦很多那个。上野公园，哦，上野公园，上野公园，超多乌鸦。不忍吃，不忍吃，不忍吃。乌鸦很可爱啊，没有，就是你要想小时候，然后。就像这样小小只，然后旁边都是乌鸦，然后水表玩在旁边，就旁边被乌鸦包围，然后就啊，真的开始哭，超好笑。可是好像还没有被包围完，然后我就没笑。您是我那个尾山吗？啊？真的是随便我没有换，对啊，超好笑。啊，爸爸先洗澡回来，好，等等回来，洗澡过过。我昨天晚上，哎、欸，不是前天，前天晚上我没有吹头发就睡觉，然后就隔天头超痛，然后就是不知道什么没吹头发，然后隔天头会很重，很有画面吗？日本乌鸦不是不吉利象征，不是不吉利象征。不是，好像哎、欸、是吗？不是，好像不是吧？是吗？是不是不吉利象征？谁是？不是不吉利象征，所以是不吉利。不是不吉利的象征，所以就是吉利，是吗？逻辑，铃铛晚安，湿气重啊，上升，对啊，就是。你让安安卡住，讲不讲这逻辑有点讲不出来。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数学老师，啊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。哎，我真的是，就是现在我们这次是要考几率，然后 CN 取啊的那个，然后还有一维阵列跟二维阵列，对，古典几率嘛。然后呢，通常学校都是用课，就是别其他班已经开始用课本上课，然后就很难，然后就硬要上课。一讲义，然后就说，哎，这个怎么都是延伸题呀、啊？然后他就翻一下课本，哦，课本就讲到这里哦。他说，那我们还继续上吧，虽然这边不会考。然后我有点问号说，那没有要考，你为什么要上课？为什么不上要考的地方？就是双重否定而已啊，为何会考这？双重否定，这样只要不是不吉利的象征，就是你懂吗？
你是否会什么什么，就是那个之前那个投票那个 C 十取三 ，C 十取三，十乘以九乘以八，九八七十二，720除以三除以六，不跟不抵消，所以是几率也相等啊？等一下哦，九八七十二，720除以六，326，对，614。3263，等下，你除以612，120，是吗？120，为了求自学育儿学，哦，就真的，欸，其实还好，因为我大学我想要念科系，没有采取数学。什么？那我柳橙晚安，一二三晚安。你看他歌都好听，对对对。五万突袭卡，这礼拜六到底有没有睡？我有睡，我睡了一点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我睡了7个小时，他们睡2个小时。对啊，老师讲我也忘记怎么算了。喂，那你还问我？没听到那段，哪段？数学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就是哦哦，你说礼拜有没有睡哦？礼拜六吗？就是他们两个，对啊，聊天聊到5点，我1点半就睡了。然后两个人，我想说他们应该一个会上来，因为上面有3个床位嘛，然后一个会上来睡，然后就他们两个就说不想打扰睡觉，然后两个人就在挤在一张床上面睡觉，然后跟人家说好冷，对，超好笑，对啊，这样很累，就是照片有一点黄，我刚刚看到有一点黄色的点。企鹅翻跟着，嗨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，蜈蚣要怎么办？喂喂喂喂，换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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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位觉得我就会这么恩爱的？哎，他们两个人感情真的很好哎，我有种觉得我自己被忽略的感觉。不是那个蜈蚣，我来了，我来换我。不是我说，我来呀，我拿了那个就不见了。话说你就好，对啊，对啊，他没有回来账号。我拿，完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我拿黄纸就没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抓。啊，就不见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找。啊，就不见了。啊，没有，我帮你找啊。谢。快点换我啊！帕普里卡，帕普里卡，都没有标注你的动力了。啊，这样我都没办法用啊。因为你们现在如果发限动什么，我还是都看不到，就是看不到大家打的 report 啊之类的。嗯，好用。想放风土，东西都没了。风土没关系呀，我，对啊，因为我看不到，可恶。小易晚安，爱到花生糖。小天猛看热闹的大叔，其实我想发都没办法，对啊，我看不到。晚安，好像不在意风土，因为我已经看了很多，已经。无感，给朋友晚安看不到。没有，我跟他水表，然后跟我讲说，哎，李尚廷放了崩谱哎。其实我没有哎，那你最喜欢那一张纸？
哦，对啊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对啊，其实那两张都蛮临时签的。啊？临时签？对。因为现在不能看。对啊。你太晚了，来了啦！手套一来就跟我讲，他拿到我这边了。而且我看到那个。那叫什么？扑浪，扑浪上有写，他拿到我的字。海豚，晚安。换我玩的啦，你玩很久嘞。讨厌鬼，讨厌鬼。为什么会没有停到？我真的很好奇，就是怎么会被系统赢？是手机信号，先注意一下好。哦，怎么新手机为什么拿去送修？怎么了呢？你不要再玩动森了，我们玩别的啦。我们可以一起玩《马里奥赛车》。他们也晚安。哦哦，嗨！吓死我！晚安。赌运气放个扑浪，没想到被看见。没有，你每天我都看到。你只有三个朋友，对不对？没有天，重复选择被洗掉了。嘿，怎么洗？大家都问一样的。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好像一直想要买一只吧，就是好像以前我小时候很喜欢企鹅，然后就感觉好可爱，我要买，然后就买了。嘘，好，变成人。噔噔，可是我觉得第一次纸币应该比较好抽中。对啊，现在知道两个人拿到嘛，第三个大头不知道谁，我最害怕的大头。大头的结果不是说只有三个朋友吗？手套只有三个朋友吗？因为我觉得大头的很不是就是怎么没抓到？不是我玩我不是你叫我安静。你早上谁怕我的屏幕没有坏的地方看电视？为什么新手机吗？不知道谁拿到我的纸币，第三张。哈。对对对。巨巨蟹，我以前都讲巨巨蟹。寄鸡血，我来帮你抓啦！换我，你玩久了。对，十九、十八。反正不是你，很傻眼，新手机耶，是买哪一排？你可以问吗？抢玩具。对啊，他一直玩耶，他从放学回家，然后饭都没吃，然后到现在一直在玩。Rest 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。Samsung Galaxy Note 10，哦，我有看到那台耶，它是也是全萤幕啊，是吗？还是其实不是？还是因为太多全面，我以为是全面。灰灰晚安，换我玩了吧？不是，已经等很久了。你认真直播。谢谢你看看，好好，换我玩了，换我玩了，你玩很久了，你的汤还没喝，你知道吗？换我玩的啦，你认真直播，对啊，不是吧，这样不对啊，直播这种东西是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现在想要玩 Switch。
正常上班哦，上班，我要来想想话题。5月，今天5月19。可以试试来看看钓你啊，钓你吗？那个这样子这个撞到哎，直播好玩，对啊，可以直播啊，你不是自己对啊，嗯，换我玩了吧，你玩很久了，没有，是我要玩。你看他这什么德行，放飞出去，你看你看，越看妈妈在用你，邪恶的眼神看到你了。LOLKK 晚安，耶耶耶，胆子太大。我这边该翻过来。啊，这地板上矿物你挖过了吗？挖过了。挖不起来。所以你弹弓打掉了吗？他不见了。他不见，但是我的弹弓。捡漏斧头，拿起来。他挥空哎，我砍树。哎，他掉了一个黄金木块下来。嗯，为什么？晴湖晚安，圈平静晚安，上班寡停辛苦了。挥空，但我刚刚挥空哎，然后他就在挥，然后勾一个脚。季风亮晚安，软木材跟硬木材嘛，对。啊，我又挥空了，啊，我又挥空了。哦，哎，斧头爆小了。感谢陪伴。嗯，再说。木材分三种，软硬木材。三种，软木，这样不是两种吗？嗨啦，请问这是韩文歌吗？这个我怎么做不了？哦，它是日文歌哎，是居然吗？为什么怎么做不了？默默晚安，有一种叫木材哦，哦，哎，是有硬木材、软木材跟木材。哎，要怎么做？哦哦，你说木材是一根的，那是树枝吗？哎，我这个多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做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木材啊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做啊？问一下。为什么不能做啊？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？直播变成 Switch 大赛，树枝归树枝，木材归木材啊，不一样。哎，大家怎么看？难过啊，看到。对，就这个。为什么没办法做啊？反光啊啊，这样，他不让我那个做木材。为什么？要怎么？你没玩，没玩吗？好惨呀！石头和树不够，没有啊，都够啊，树枝，对啊，都够啊。对啊，终于完了，终于，完了，这样怎么？捡漏斧头，然后树枝有16个，开始需要5个，石头7个，可我只需要，哎，不对，对，它只需要。哦，你要拿去工作台哦？怎么用啊？你要教我啊？发现哎，蛮可爱的，哦，真的蛮，谢谢。我最近上。哎，我们数学老师很过分哎！我今天我旁边的人直接这样趴下去睡死，然后我这样子撑着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佳安起床咯。”我真的直接傻眼，他说：“佳安不要再睡了。”我就
我就眼盯着看，我那时候我就表达说我，你看我看起来有睡吗？超过分嘞！我就觉得老师是不是讨厌我？去帐篷，难怪他会上学会挡我。上学被挡、欸？对啊，我觉得他讨厌我。我也觉得老师讨厌我。这么难过。尼克的帐篷，你拿去尼克的帐篷。好哥滴滴传说 ，Hello。我来看看什么其他歌。这个 ，Hello 小易，回来了，欢迎回来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海木版的歌比较现代一点，现代舞风。哎，这首上日韩榜，我记得上次听到是第三还是第四？找到了吗？找到了吗？嗯。所以你把歌曲改好了吧？等一下，阿丹晚安。我的台就是各种，大家进来就会嗨。变动声教学，谁抗议？不然我们来聊天，要聊什么？让我来想想，突然想不到。拜拜，卢卡，晚安。什么？哦，对啊，江默默生日哎，江默默生日哎，然后背包。你应该有一个动作台，对，背包有吗？有，现在有。谢谢卢卡送的 love 空空晚安，谢谢卢卡。卢卡，我下次可以借你玩 Switch。Hello， 李宝圈圈，我本来想说今天要那个哎、欸。Hello， 嘉宏，玩那个。在 IG 祝嗡嗡生日，就我发现我要怎么祝生日快乐，我真的很好奇，要怎么祝生日快乐 ？Hello， 西西，晚安。对啊，没办法祝生日快乐，难过，只好私底下说嗡嗡生日快乐。嗨，西西，谢谢李宝先生分享直播间，晚安。怎么这样？好想用 IG 哦。和熊妹的 po 文一起就，熊妹 po 文吗？她有发嗡生日快乐，难过。AKB 吗？余威，哦，发新贴文，这是超热门，超热门吗？真的吗 ？Hello 阿伟，谢谢你的追踪，真的吗？超热门吗？谢谢西西送的 love。莫名被解的
什么？有很热门吗？现在缺安安半身了。哦，你有拳，你有大头。戳啦哦。哦。哦，戳哦，戳戳戳。没想到什么节。对啊，算热门我也缺。大头。哎，你很坏哎。你就不看看你自己在看我吗？就看那种，我比较喜欢，我喜欢全身跟半身的那张。新野人晚安，我觉得一大头我就看你很尴尬。孙少凯晚安，没有大头跟半身，我觉得可是你有直鼻。不是，那个是七野，不是直鼻，是手套，很惨。那是手套啊。这是写七野。是手套啊！哦，对不起。Hello， 我眼馋。Hello，Happy Love One， 对啊，吐槽我啊！可恶，安安你好，几岁住哪？加你。谢谢孙小康分享直播间，谢谢李宝，先送硬火的安安派，没有是他先派的，那他看到眼花了，你是昨晚上还在玩？没有，所以可以，我们要玩赛车啦，我也想送安安之笔，真的吗？五月是，哎，我喜欢五月，我超爱五月，真的认真，我超爱五月，就是四，不要回自己局，对。哦，为什么一个就中了？谢谢恭喜李宝先生中了10倍，谢谢你送的贵族玫瑰。就是什么时候大佬还要给你吗？先要这篇位，好好笑。才能去找别人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谢谢李宝先生送用口罩。就是，哦，熊妹，晚安，晚安。下次要不要早点睡？哎，你这个礼拜不能来我家哎，声音好像哦。你说我们有声音吗？我们一起讲一个词，你讲一讲，安安好正，一二三，安安好，哎，快点，一二三，安安好正。先不要，笑死，熊妹还不去读书？对，哎，你不是要断考了？你不是明天？哎，是明天吗？不是，后天。哎，那里程数可以买吗？里程数可以买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好尴尬。国术晚安，加美丽晚安。都偷偷爆料你，我没有偷偷爆料你，我只是讲说你们都很晚睡。不是我要说，是明天啊。哦，那你还不哎，如果是我就不会在我断考前一天拍那个直播哎。干嘛自肥？我不是我要说。超好笑！哎，我是什么？我什么断考？我下礼拜二断考，所以我下礼拜二没有直播，是礼拜四跟礼拜六。是礼拜四跟礼拜六吧？嗯。不能买，一直做事，里程数自然有，不能买。那以后不说了。哎，喂，对，礼拜四元，然后礼拜四直播很晚哦。嗨，卢卡还在哦。Hello， 卢卡在吗？我没有复读。我不想加直播，下午会说 Happy Time。喂，对啊，哎，礼拜19点，对，礼拜19点到11点哎，明明还好，断考完。下礼拜四几号？哦，下礼拜四，对，下礼拜四。是28跟30吧。对。哎，卢卡还在，卢卡讲话吗？哎，卢卡，那卢卡要走了吧？不会太晚好，应该还好，我们可以聊深夜才可以聊的东西，所以我不知道聊什么。
萌新，这应该可以看多久了？九点嘛，哦，送完人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发现我脖子有点长，这样会有点。聊正常就好，对啊，没有说晚上可以聊一些日常 talk， 没有九点半才能看，没关系，半小时很快就过。这个是白色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Jenny， 他名利手了，嗨，谢谢，嗨。但我应该看不，嗯，熊妹还在吗？这么快就走了，别开车啊，我没有要开车，我根本不会开车好吗？你看我为人会开车吗？我还没十八岁欸。嗯，会喂，我不会啦。Hello， 古大哥，对，他们的钻石就直接跑掉，熊妹还没有送我钻石，强迫人送。啊？怎么办？转转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说说。我一开马就要刹车。Hello， 公车迷。我一直在想说，公车迷讲 AKB48TP 迷要叫什么叫好？公车迷嘛。是大块哦，这其实还好，没有很大块，应该是，对啊，还好。这样，这个啊，嗯，大唱歌，没有，是凤梨，对啊，叫车迷，车迷吗？车迷，等一下一瞬就吞下去。我有咬，我真的有咬，我真的有咬。再次，最后一块凤梨。啊！你的表情超丑的。这么快吗？公车迷就可以。好，公车迷。嗯，你刚说什么？啊，可以，我们这两天过去。入口即化的，真的超甜的，认真甜，甜到不行。嘿，哦，庆鼎来了，庆鼎，晚安。嘿，这个要怎么过去？我们没有票。哦，来，要怎么做？超丑，你说我超丑吗？你呛我超丑了。你要呛我很丑？有吗？有吗？别人说我们岛民很丑。岛民？哦，但我们岛民超丑，真的丑到不行。有人知道这要怎么过去吗？这要怎么走过去？哎、欸，这样是反射我的房间吗？这首歌好听，真的，爱到不行。哦，可恶！啊，你以为？要怎么过去？对啊，哎，我们没有撑杆，要怎么撑杆？晚安，可以加入吃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是真的吃东西都很快。这首歌之间是三六五支配型，真的吗？人生它就像这个字，张志祥，晚安。小心不要自己爆你房间超乱哦，没有房间超干净。广告就有告诉要怎么过去哈，要怎么拿到那个撑杆啊？派，对啊。派手套派，杨雄文。我知道要撑杆，我但我也知道撑杆，可是要怎么拿到撑杆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动身之意。昨天杰星问我说：“你有多的矿石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就说什么矿石要怎么拿？”真的我哎、欸、我岛民真的丑到不行哎、欸，是这只哎、欸，男子汉。他不是男子汉，他是他叫什么来着？男子汉是林子。
他叫一个很奇很不符合他的名字，他叫花娜。哎，米塞公演哎，赞哦，是你放的吗？我还是他自己放的，他自己放。刚刚卡了，用你，要用里程数换方程式。有有有，收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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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拿网子打打，手机电，充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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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。这没法充了。我只会加加耶。Hello， 玉安。对啊，喂，烦耶、欸。对啊，我就看不到啊。嗯嗯。等等，我来，我岛上来骆驼，骆驼？你的岛是沙漠吗？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台做了久了，八十不只是飞机。哦，没有。换手套凶，大家都很拍。骆驼是骆驼，骆驼没办法，我昨天那气都还没消，没事，没事，只有你有拍拍，你知道吗？没事。这首是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，一首新开头的。这首，你说新开头的，新开头的，你说 ，Coco no no Ricardo 等等是吗？不是，嗨小慧，小慧我买 Switch 了，我买 Switch 了，哎你知道了，忘记了，告示牌是吗？是吗？你问他要新，就是那首。卖壁纸跟地，壁纸跟地，金毛人士出现是好的。喂，你要玩，我下次见你玩。你吗？玲玲，哦，幸运高斯牌，你说你要去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的直播呢？幸运。好可乐呢，布雷卡多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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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有买贵吗？这个吗？Switch 吗？没有买贵，可是买很贵，就是不是买贵，但是买很贵。这样讲，想说也那么讨厌，我没有讨厌他，我只是我没有讨厌他，我真的没有讨厌他。讨厌谁？他说你，我没有讨厌他，我只是说我直播呢，你不应该来看我直播吗？我们选那首，我那首是我第一次听的，不是玲玲的，谁？吴刚？嗯？大林？张志祥，那你晚安，阿爸晚安。水箱还是什么？你继续看我脸色说的。十处吗？有 six。哦哦哦！我没有讨厌他们。杨千惠。没事儿。没事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不是讨，没有讨厌他们，只是不熟而已。小助理小声说啦，讲超大声的。人家那是绑很多周边，所以买过，但是很贵。对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欸，所以像买什么东西有跳杆？跳杆吗？底层。问他要买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跟他们很熟，很熟，但是又不熟，又不熟。怎么要怎么讲？很熟又不熟。不知道，请问一下。
要怎么玩？要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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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到那个啊？跳杆？哪一个？你不要这么气嘛！Hello 林群辉，天天晚安书媛，你讲话好矛盾。没有，不是我们曾没有矛盾吧？矛盾不矛盾，就是曾经很熟，但现在没有很熟，这样吗？对，疏远了，这样子讲。我是哥哥追微电影形式。Hello， 我是哥哥追微电影形式，真的吗？就跟上天有推你又没推一样，什么的概念一样吗？微软应该有一个方程式呀，就是各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对，要怎么讲？对啊，就是曾经很熟又不熟，就是熟又不熟。然后刚刚另一个是讲什么？刚另一个买贵又没有买贵，一样道理。对，知道吗？买贵又没有买贵。土地公，嗯，好好好，甩锅上来就好啦。啦 ，Only over。对啊，感情的话就是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没有，通常不是就是没有联络，感情就会淡的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要怎么打动我？号二三四五六五六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就是像你国小同学，你曾经跟他很好很好，但是你升上国中之后没有跟他联系，你们就会感情疏远。去从小说。今天上课老师跟我看木有那些阿布还没进入班级的时候，上课吗？你哎，公称你几岁啊？叫我好吗 ？Hello， 晚安，人好晚安，小猫晚安。我来了，欢迎回来。今年二十一哦，大学吗？大学是大三，是到大三吗？嗯。五专哦，五专哎，对啊，专五，晚安，真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专五，专五，就是大二。如果要继续，企鹅真可爱，真的吗？大家都觉得很可爱，我也觉得很可爱。我小时候都抱着它睡觉耶，可是它后来被另一只取代。大二不是的，因为我要宣传企鹅，奔跑的企鹅了。安娃娃也蛮多的，很多，可是很多都送人。我属兔。有鬼有鬼有鬼！我看过，有鬼有鬼。你又被杀了？不是，有一只鬼。鲫鱼。不是，好像有只鬼。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鬼。啊！哪有鬼？旁边那有一只鬼。哪有？有。没有啊？有，有一只幽灵。哪有？无限了。我觉得安比较可爱，谢谢人好，超主气的打起来。对啊，我有看到有个人说，风铃草，风铃草，风铃草，对不对？他不见了，在那里啊，你看。哦哦哦，好哟，去找他，他会吓到魂飞魄散。可是他在对面哎，安祖祖跟卢卡，跟他说话有任务，哎，跟他说话有任务。他没有过来，我没有跳杆。什么安安祖祖跟他哦都可爱，谢谢谢谢公车迷，企鹅，对不对？风铃草，风铃草，有感觉到吗？我没有。风铃草在，风铃草在呼唤你。你们还过去啊？安安很什么？为什么上庭话都不讲直啦？还过不去啊？对啊，还过不去，那你没办法跟他讲话了。对。旁边的是谁？是我的妹妹。我刚才有一种要破不破的一面。
我讲直你又害羞。因为少廷他成推你就会被团长骂。哦，对啊，我有看到，应该不是我看到，是小醉跟我讲，活该。我就我忘了喊，先闪都是卡，是我网络烂吗？有卡吗？没有。先闪卡，有卡吗？哦，飘，活该。顺 ，YNK48 泰文版恋爱曲名单出了，但好慢，好慢吗？他们那个不是出很久了吗？饼干。我妹妹推什么推？不一样，妹妹推什么推？你啦，哦，你网络慢。没有，我研究时研究到刚出，研究时到研究刚出。呀，是不是我看不懂啊？好，一晚安 ，Google， Hello， 谢谢 Google 的追踪，安安我妹。孤单沙溢，我说这么难啊！哦，是你，我想说会不会是我的？没有说这句。出的吗？慢版的饼干。有鞋子，有鞋子。换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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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我。我婆的妹妹。快点。王子拿好了吼。嗯。这高级王子吗？不是，但是只要离他远点，他会冲过来咬你。哦，抓到了，我抓到了。可是有千万不能碰，因为我太强了。他刚冲过来攻击我，然后我就抓到了。哦，我太神了吧。太神太神了，我的妹！恭喜谢谢，开心开心，换我玩的，那你玩超久了。那天我看到就你那，得得，得得。おいでおいで寂しい人よ。还发现到别人咖啡讲的很快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因为其实我没有看过，因为我没有仔细。不要太在意拍子就跟对吧？没有这首好跟啊！哦，不要只跟我抢，赶快吃饭。谢谢公车迷送的 love。每首都很好跟，没有，有些很难跟，像新型病毒就我觉得有一句蛮难跟的。第二段的，就是懂不懂听着情歌的幽默，这句很难，我找不到那个点。泰文版新密的话，你可以试试。泰文吗？泰文很难，你感觉废寝忘食的，真的。阿月晚安，古甲骨晚安。哒，看着我那句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哎哎哎，不是啦，
那句叫做什么？好好，不是，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里有，哎不对，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里有某的歌呐。谢谢嘉国文送金曲歌手选项，我觉得很难跟哎。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里有某哎，听着情歌泪又莫名滑落。对啊，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泪又莫名滑落，因为听着情歌泪又莫名滑落。我们可以听到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连过去，我不知道要连哪一个哎，连哪一个？听到咪奶的声音，好像听到儿时的谢淑慧丫头的声音。哦，哦哦，我觉得咪奶小朋友超可爱的，真的很像仓鼠。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里有莫名花落，噔噔噔，听着情歌里有，听着情歌，泪跟又连一起。都是动不动听着情歌流莫名花落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我换机票了。新型病毒，我换机票了。你要换、喔？你要飞去哪？我要飞去国外。都是动不动听着情歌流莫名，听着情歌流，听着情歌流莫流流，听着情歌流，听着情歌流流。泪又莫名花落，好难呀！没有，我相信我到时候就会唱，我某一天会唱吧。我们出道啦！总是懂不懂，听着情歌泪又莫名。不知道会遇到谁。又不用那么故意要出来，总是懂不懂，听着情歌泪又。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泪莫名花落，这样吗？与子同胞共度难关 ，Hello， 念一点可以。噔噔噔，对对，说吧，周子瑜是不是你姐姐？我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只是刚好都姓周而已。阮翔豪，阮翔豪。Hello， 就这样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源自新型病毒的你把我传染了哦，这是哪一句？有这句吗？谢谢与子同袍共度难关的追踪 ，Hello 人好，网络好了吗？但我想说奇怪。不要太在意这个字哦，不要太在意。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泪又莫名，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泪又莫名花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田中麻友坊，对了啦，那个是南关，叫南关就好。Hello 南关，南关。Hello 阿臭阿凯，阿凯，陈子成。Hello， 谢谢西西送哦，星之冠三个，我不能再比那个 pose 吧，等下会消失。哎，啊，这样好了，为了不要让星之冠消失。你把泪的尾音。这么多吗？谢谢西西。直接跳孔吧，你把泪的尾音带上右一点右就可以了。啊，一点右，一点右。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泪泪泪哦。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流莫名花落，这就好听过哎，八千哦，好难卖的。Jeff 晚安，泰文会点，哈特嘎，他必读，
罗素路易 ，what？虽然是这么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他送给你吧，变成星星柠檬文，这怎么跳？这里是那种，桃花歌文，刚才不错啊，我也觉得。突然的口麦，泰语版歌词，哈特嘎，是吗？哈特嘎塔比鲁苏鲁伊，是什么？哎，宝晚安，最后是怎样？就那一点。然后那句不是你，不然我相信，我也觉得没办法。嗯，我要出岛了。你要去哪里？不知道。安安可以看着里面，那你要什么时候了？看着西西。你是日本人吗？我是台湾人，台中人。突然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看你会喊一下，我们对啊，又还好不是我吧？操作时间可以哦，礼拜天吗？希望西西可以抽到。我觉得安排好像我刚刚很顺的，应该还好吧？操作登记，你是因为附录？对啊，对啊，企鹅。要投门，不要 flower 哦！超主登记，耶！108个座位，欢迎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抽到。Hello 颜红，谢谢颜红送 love， 投啦耶！那 AKB， 等一下哦 ，AKB 就是日本有一个女子团体叫做 AKB48， 然后我们是 AKB48 在台北官方的姐妹团叫做 AKB48TP， 然后我是 AKB48TP 的二期生周佳安。这张图，但是马那里很像。嗯？哦，我的 IG 在这边哦，它是反的吗？不是，它是正。对，这是我 IG， 就是周安安，周安安吗？对，可以了解了解我吗？对，然后我们定期会举办公演，就是可以来看看。谢谢公车迷的追踪，后面数字是真的哦，谢谢谢谢，现在不能用，可是账号被锁，对对，就是可能如果发了我的 IG， 现在目前是不会发文的，就是因为我现在 IG 是现在是被官方锁住，我现在没办法用 IG。我去那只消哈，遇到一只鸭子，我看啊，不是，我没有跳伞过去啊，看我，哎，他丑，我有看过小迪以前演的律政新人王点点，小迪吗？他一直玩，他一直把我 Switch 抢走，他都不让我玩，然后我都没有玩到，好派的安安，凶凶哦，没有杆子真可怜。我要看拿 Switch， 拿 Switch， 嘿，安安凶你，凶你吗？凶你，你在干嘛？跟拖着。你在干嘛？你要吃塑胶袋？嗯，凶你，外传要怎么凶啊？我以前吗？打开，想笑。你也太年轻了吧！我今年要17。不会，因为我们团体目前最小年纪是13吗？13岁，
赶快先害羞，因为很好笑。来来来来来，你看着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他就自己被锁了，十三吧，十三，对，陈川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是代班吗？好想要跳这首歌，怎么可能？我好喜欢这首歌。没事，对不起。我手应该有一张卷的时间是害羞重度，我们就那样尴尬的盯着。哎，我还没有问姐姐到底是怎么握手。哈克西，哎，不是，我也不会是这样子，是这样。我握过一次，可是他是这样包起来。我没卷啊，不要死就。没有卷。我没有卷，刚好。我一定有机会。我也希望。有音晚安，晚安。真的很好吃。对，因为晨晨现在13岁，然后不能直播，所以想要关注他，可以到他的 IG 上，就是 follow。你自己不要刺激我，互相刺激吗？这到底是谁拿到我的大头？哎，我们要跑过去找他。那你就没有跳杆呐、啊？我没有恩恩之笔啊！到底是谁拿到了？维基找了一下，啊、哦，维基吗？维基百科都有都有知识，应该是薯片。一张念口白，一张就是说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你就嗨嗨嗨 Kia， 然后你听什么口白吗？哦哦，好，等一下再来，然后没了，七秒钟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嗨 Kia， 嗨手套。哎，不对吧？不对吧？嗨 Kia， 哎，很久没来讲 Kia 这个。你这样好，大家就请吃大福推啊！时间到了，时间到喽。对，阿福都是说小心鬼 ，OK 的。所以平常有做什么活动呢？团体们，目前因为现在疫情，就是现在是目前是五月30跟31有 mini concert， 但是那个是 fan club 的限定活动。那就是因为这次就是如果现在才要办 fan club 是来不及的，所以就是可能要等到下一次。然后再来是6月27跟28两天是握手会，握手会顾名思义就是握手嘛。对对，目前知道的是这样，就是有公开的资讯。希望日本玩好。对啊，希望去，我也好想去日本玩，好久没去了。我修罗会，对，有听说修罗场的部分。啊。你们不同步，对啊，我们对不对？我是第二部，一真的是第一吗？一吗？对，一好像是一，没有记错哈。过不去，好在家，好家在。明日のために kiss我，魔鬼彩安。
信晚安。请看一下晚安。所以可以换我 Switch 的吗？我知道你不用考断考，但是可以换我玩的吗？我觉得台中卡布屋龙猫鱼啊，香格里拉卡布屋啊，卡布是件蓝色对不对？多唱两句不会抢拍了，我也觉得唱歌这种东西需要练习，跟跳舞一样。可是我就很奇怪，是我跳舞不会抢拍，也不会节奏也是蛮好的，可是我唱歌节奏不好。你跳舞不是很 OK 吗？对啊，因为跳舞是我兴趣吧，这样讲好怪哦，你我也觉得好奇怪哦。我两年去过很多龙猫，龙猫吗？这我都没有去过两间，其实。你们会记得？你会到吗？会打你，还是你带？诺拉的韩语战士，他没会到，所以可以换我玩了吗？我有看到一只鸭。问一下为什么分音？哇，风笛草那什么？哦，这个吗？就是我们现在总共的团员是几个？42吗？应该是42吧。如果但现在有活动中的是大概是38个人。然后就是有三个组别 ，UNI 组，一个是 Daisy， 一个是 Bellflower， 一个是 Sakura。就是三个组别，然后三组都有自己的特色嘛，就是每组的风格不太一样。然后我自己是 Bellflower 组 ，Bellflower， 然后这里是安安台，请讲 Bellflower，OK？、Okay? Bellflower， 对，就是这个是 Bellflower 的台的安安台，对。我自己觉得啦，我们 Bellflower 的特色是舞蹈吗？应该是舞蹈。Bellflower， 我是好笑的。哎，我上讲什么？Daisy，Sakura， Bellflower， 我真的超好笑的。我觉得上次最好笑是林凤鸣，我真的是笑到快不行。林凤鸣这个点太好笑。那小勋吗？爱吃香那边的小勋 ，Hello， 是我多多支持的。对，欢迎推我们 Bellflower， 我们 Bellflower 真的赞赞，对，真的超好笑。有想当偶像的心就好，就算是过你那样的偶像。嗯，怎么突然讲了？刚入房，欢迎推我们 Bellflower 哦。就是如果来看公演的话，我很推荐 Bellflower， 因为我在 Bellflower。你们可以在 Meetup 上说这个梗，说这个吗？可以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OK。谢谢你的入坑，对，然后我是周家安，我今年17岁，身高156，不是156，对不起，我已经讲习惯156，我现在158，对。明期一定要安排一下林凤鸣，这样太尴尬了吧？一开始接着说卖萌，然后突然接着说，这样也太奇怪了吧？有唯一不是很好的。他们自己的特色吗？对，然后我俗称吗？大家称我为四姑偶像，就是因为我每次直播都会有四姑，哎，今天没有四姑哎。对，穿鞋子有160吗？应该有，就是2公分嘛，一定有。对，俗称，对。海豚文，不是，唱错了。我很喜欢日系女团，我也喜欢日系女团，就是对啊，因为从小就是比较接触到日系的东西，所以对日本有很大的向往。企鹅脚，对，如果就是加入我们粉丝团的话 ，fan club 的话，可以就是到5月31号以前，可是现在还来得及吗？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是就是有可以投票，就是投我们四单的 B 面去，就
就是附录曲，叫做《奔跑吧，企鹅》，可以投我们 Bellflower 票，然后就到时候会拍 MV， 对，就会就是由我们演唱啊，然后我们会有衣服，对，还来得及。对，你有看到吗？企鹅，然后你就看企鹅脚是凤梨草的形状，对不对？超级适合的。所以呢，想到企鹅就是凤梨草。我好牵强。人家都说 Daisy 傻瓜啦，我们是 Bellflower， 真的差蛮多的。Bellflower 有一种凶悍感，你来说也是很热情。哎，现在问不到你是表演艺术科的学生吗？我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念普通高中的。对，对，因为我哎，其实我以前有去想要念表演艺术科，可是我很怕就是这个行业，就是念了表演科，未来要就假如说你假如说你偶像年纪只有到27岁好了，那你在27岁你到退休65岁还有很多很多年，那你这些年要怎么生活？所以我还是选择念一般的高中。那我回答了，对，我要回去了，就是念一般的高中还可以再想一点，可以学一些。就是高中这段期间还可以想说自己有什么兴趣啊，对啊，那就好。我还有看，真的看到学妹胡心颖吗？宝学妹，嗯，很像吗？可以重新再，可以推我哦。我要回答。我是 Bellflower 的。重新，普通高中好累，辛苦了。不会。因为就是自己选择的，就是要自己承担嘛。就是当然会有自己不擅长的科目啊，但就是努力做好就好。胡心颖子，我知道他是听 SH 对不对？他也是二期生。那我回去了。下一首是独蜘蛛哎。你要不理我？你要回去回啊，反正也没有要让我玩。嗯。噔噔，我觉得这首歌是个母汤。不要不理，对不起。他是说我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这样可以搭配 K 的手势 ，K 吗？他是说我说的。哦，哦你啊。对啊，你又不理我。因为你也不理我啊。阿米，哦你是小。对啊。你为什么一直听小翠讲话，你都不听我讲话？我刚刚讲什么，你怎么没听？抱歉。你知道秀泰有迪士尼吗？秀泰吗？迪士尼。秀泰。因为想上大学，对，我想上大学。台湾有迪士尼。突然有一种梗。一下一亿的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都不听我讲话，你就听小助理讲话。物理推起来，对啊。你可以等一下祖祖哦。可以。祖祖的特色就是他的长腿跟他的身高，对，祖祖也很会跳。小脚的欧巴丁，这歌词真的很烫。So I'm gonna h 安排我，胡杨奶，胡杨奶，你都很少来看我直播，没有，你每次来看我直播啊，那我要想一个。苦不让你，为什么那么苦？那么苦？为什么叫苦味羊奶啦？现在是苦味羊奶送我干嘛气球？哦，对啊，为什么苦味羊奶叫苦味羊奶啊？羊奶为什么是苦的？羊奶不是甜的吗 ？Hello， 家轩小羊，去翻 YouTube。我想读什么呢？日文吧。我有高中笔记可以卖10块，没关系，因为其实我高中很少在做笔记，就是直接念课本。对。喝过再睡五分钟了吗？喝过再睡五分钟吗？有叫绝味羊奶，我知道，嗯。然后羊奶是香的，对，我没有，喂，李桑婷，
我没有。其实我们班看不了，那时候还会看阿布。你刚刚讲对不对？就是说你们班老师给你们看，一样，然后就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他什么时候会有到阿布岛上？哦，不是卷，那你哭，我的国王，我对不起啊，哭，对不起。太尴尬了吧！我一直以为都念，我都念绝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是也念绝？我啊？绝什么？绝、啊？就是绝味羊奶啊，苦味羊奶啊，苦味羊奶哦，我懂了。他不叫苦味羊奶吗？没有，他说乃木坂有个成员叫做苦味羊奶，苦味羊奶，然后就苦味羊奶，然后我不知道念绝味羊奶，他不觉得这样绝吗？不觉得吗？大家看，他们说今天没有吃过吗？没有，我是还没有发生而已的，好丢脸哦。小醉就提问，你刚问什么？我刚刚一直听到你碎碎念，可是我帮你讲了什么？什么时候会有岛民那么岛上？旁边是我的妹妹，对，然后我们是双胞胎，可是我们长得不像。对，也是上次卢卡跟妮妮看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好像哦。”企鹅有呆毛，他有呆毛，呆毛，他没变了。因为你一直玩啊，你 flag 一定会实现。你看有鬼羊熊、啊，羊熊晚安。对，还有鬼。好，我不会过去啊。啊，你就没有杆子没？啊，杆子要去哪里拿、嗯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可以上网查。我真的好喜欢剑桃公园这一场。我觉得剑桃公园这场唱的超级好，国王企鹅，啊，单细胞晚安，企鹅晚安。不知道这首歌，你是最难的是不是？五八了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。企鹅，对啊，大家都会很好奇的企鹅。Hello， 浪客四五一六六十一，以后就叫六十一好。Hello， 六十一，没怎样的、啊。我觉得好像这里面最难的是那个嘛，洞之中 ，Umeno 中，羡慕企鹅。哎、欸，他嘴巴很硬，可以，搞不好可以的呗。刚下单买上去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说我的那个吗？你说五月的吗？五月的我真心喜欢，不要去的太痛，不想掉出去没关系，就是哎。欸是我谢谢西西。三月四月的妆蛮像的，但五月的不一样。应该是五月的妆比较浓一点吧。没有啊，没有笑干。帮你打针。哈。哎、欸，藏毛孔好清楚。这配男子副女士，超可爱。谢谢古味羊奶。你们平常也要学日文？没有啊，没有学日文，没有、啊，没有哎、欸。像因为学日文都是自己学，就是看你要不要学吧，就是决定。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在 AKB group， 就是至少要会有一点点日文，不然以后可能跟日本的前辈啊之类的交流啊都比较好。
可以交流之类的，就不用其他成员帮你翻译啊，这样很尴尬，是吧？好气派，对对，他可不可爱？谢谢花长送五彩宝石，但是有人日文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立 flag。但是我跟前辈聊天合照很重要。对啊。先拜。你说我日文怎么了？你好棒，谢谢蓝细胞。那确实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啊！哎呀，撞到。前辈会学中文，可是中文很。就是以外国人来说，好，也没有很好。对啊，我日文没有很好，但是 little a few， 对，应该是吧。没有没有，我不会日文啊，但是我会基本的挨傻子。喂，什么？我还没聊完。我跟你讲，我前面讲太少话，我现在觉得我话讲太少，这样我也不知道要，我觉得要多讲一点。你看听得懂的意思？对，我听得懂，但是我不会讲。我可能可以用各种单字，诡异的单字拼凑起来，可是我文法没办法。那你不打，好，好，你要去对不对？拜拜。我刚刚想要讲一个东西，可是我忘记，先走了。好好好，晚安。你礼拜六要来看哦，礼拜六。新野人老师，谢谢。哎，要怎么？新一 ，Hello， 别的师傅，好好好。希望可以抽到原本只打算一抽，最好是两抽。真的假的？嘻嘻，这样这么呵呵，太开心了吧？谢谢嘻嘻。嗨，新一。成就已经达成，别再增加了。好好，这首是什么？明天哦，怀多得，白色情人节，莫里斯，莫里斯啊，说到再说，本人可以终于上。没有，有两个小周抽到，哎，抽到我了，小妹要不快，笑起来真的好看，我吗？你说我笑起来，我以前笑起来很丑，我以前都这样，没有，我以前就是不会笑，可是后来就是练习，就是练习笑，微笑还有笑容的东西是可以练习，不会笑就是练习到会笑。对啊，不会笑我都有臭脸，没有，我有时候我臭脸真的很臭，就是如果你看到本人的话，你会觉得我臭脸真的是超级臭。我有时候在学校可能就不开心怎么弄，然后我就说你脸，我同学就说哎你脸好臭哦，然后我不臭脸，就脸很臭。好臭脸一下，你们看哦。怕爆，很凶啊，是吧？啊！啊，好臭！不念，哈哈。暂时看不到，因为火的原因。真的，是不是？还是笑得好看，我也觉得。我臭脸真的是臭，认真臭那种。就是很看起来很凶，你怎样玩到没电然后给我吗？没，对，你玩到没电了。Hello， 啊，你都退出游戏了，太过分了吧？怎么有这种人？这种永远是香的，这样吗？现在可以抽看看吗？脸吗？够臭吗？臭吗？有感觉到吗？真的蛮臭的。对啊，我知道啦，我知道很臭，所以我都尽量保持的微笑。哦，对，我刚刚讲到五月神鞋，五月神鞋比较妆比较眼线画比较深吗？比较烟熏一点。
浪客八五九 ，Hello， 物理臭吗？物理臭吗？嘘，物理臭吗？什么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嘿，我要念吧日。真的拜拜，晚安。好，我要念吧了，我也差不多去我的食物区之旅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们从第几？从20好了。好，第20名是浪客61，第10名是刚刚的那个难关。第18名是公车名，第77名是浩一，第16名是宫田留佳、卢卡，第15名是花生堂，第14名是思源，这应该是思源吧？对，思源。然后第13名是甲骨文，第12名是李宝芊芊，第10名是颜红，第10名是新野人，第9名是落日一笑，第8名是龙一子不会念黄，第7名是哈皮的，第6名是变成新人，第5名是傅维，第4名是西西，第3名是田中麻油饭，第2名是泥巴性田，第1名是苦味羊奶。耶耶耶耶！天天天天，你今天没有发言呢，好像发很少，有发吗？有吗？是没有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我礼拜是几乎没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好像没有看到你。好，拜拜拜拜。然后那个礼拜天啊，不，礼拜六一样，对，7点。你 IG 要追踪吗？什么？我 IG 要追踪吗？追踪什么？要追踪我的 IG， 要追踪我 IG， 就是你打，其实打我本名周江就可以了。这边周江打三个字，周江应该就会出现，就是安安底线 ATP48TP， 对。好哟 ，OK OK， 谢谢。打开，那做完没有这种东西？哎，我在，其实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之前，等一下我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易德之前有跟我讲说他什么不小心想去验证，是吗？有这回事吗？做完，有吗？就是你们的那个应援章，有拿去什么不知道什么？我验证之类的，他好像跟我讲说这件事情，可是我，他说之后收到什么不用在意，你等等问他，因为我也不确定，我记得是他有讲，好像这样跟我讲过，可我不确定有没有影响。对，好，先这样，拜拜，礼拜六7点，一样7点哦。